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，7月6号，瑞芳的暖暖，11:21出发，这是4224，中华东港台东的 TM2013 TM2014，普悠马自强号，在瑞芳的关闭车门准备驶离。也是二次中华东港台东的 TM2013 TM2014，普悠马自强号，在瑞芳站驶离。今天是11213 14，对，算零号了，但是不同型的，一个81812，81281，一个是2013 2014，普悠马以及维修号，轩特以及普悠马之间号，驶离瑞芳站，42次永恒两号来往普悠马之间的瑞芳站。那个刚才罗小明跟马上面都知道就我们拿去光明等到了，宝贝这一期我带来这来往的事，那个刚才